今天的肥胖主要是在哪些区域呢？就是小上海。小上海哈。嗯，就是我们的基地上。是打16块钱东方了吧？嗯。现在今年请你们这边搞东方的大概有好大的面积啊？我们可能还有我们就是那个哈，嗯，这个当地的一些村民代表，嗯嗯，所以都是那个，跟他们做了工作了之后啊，嗯，啊，逐步的接受，逐步接受，哎，嗯，还有那个我们打那个，嗯，打我们都是那个。要不要不吃？快乐。今天的房子好旧哦。比较特殊是吧？是木料的情况了嘛？就随便问一家嘛，还是固定的问大家？随便问一家嘛，刚才是说的。
方的人工去调水，把这里湿水快的搬到中心去，把前面湿水慢的搬到中心，把搬湿水慢的搬到中心搬了。还有人工刚通过刚那几种综合性的手段，我就保障了我各个区域的茶叶的走水是均匀的。原来的时候用这样光铁三配，它做的茶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。就是，其实我们茶叶在生产过程中，比如说每道工序，比如说烘干，你完整的去跟着它的生产线走一圈，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哇，原来茶叶从树上摘下来之后的味道。滚筒的和这个炼板的腔体温度，就是设备内的温度，一般是在120到140，差不多了。然后那。风吹就是跟风吹是在外面的，是风选机，那是风选机。哦，这个哦，这是这叫色选机，哦、那个叫风选机。哦、对、哦，这个类似，这个最早原来就只有色选和形选、嗯，就是可以通过颜色，可以通过形状、哦、来定义。它的整个原理就是拍照对比，嗯、快速的拍照对比。嗯、这个学名叫什么？色选、哦，颜色的色。哦、这些东西贵，这东西也是这样子，就原来换一个小零件都特别贵，但现在国产之后。完全没有竞争性，就包括未来的芯片，我跟你讲也是这样的。智能最早不是用于茶叶的，它一定茶叶的设备一般都是其他的农作物用的比较，比如说像这种摄影机，你比如用大米啊，拖地上它是怎么实现的？老百姓。